那么在这个方面呢，我们突破了水陆两栖飞机的一系列关键技术，那么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研发技术体系。那么这也是一款纯国产的这个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。那么也建立了我们民机的自主产业链体系。 美国的这个航空杂志有个评选，那么在这里这种中空长航式的察打一体无人机里边，那么翼龙系列的无人机占据了这个国际市场的第二位。